各位同学好，那今天的第五堂课碧波遨游，那龙它掌管着这个降雨洪水还有这个台风，它可以呼风唤雨，所以呢今天呢这个碧波遨游呢就让这个龙遨游在这个大海上面，那我们今天的笔法会一反前面的，我们先用春，那个龙头的部分还是会带一点小写意，然后再用这个勾去勾它的线条。那龙身的部分呢，我们就先用这个墨韵先用这个颜色整个用这个大笔先画出它的颜色，然后等它干一点再半干的状态所以一定要等它干一点的时候，再来用这个深一点的颜色再来勾它的鱼鳞那这个鳍的部分呢也是一样先用这个红色的部分先勾它的这个背鳍尾鳍然后再来勾鳍条所以是一反前面的这个画法好，来，那我们今天龙的方向就朝右了这个龙首就朝右了。那一样我们头的部分也是一样，用一点这个破彩的方式好，那先调这个青龙那我们的这个绿色、蓝色加黄色。我们调多一点因为身体的部分也是一样，但是呢颜色不要太浓还是带一点这个墨韵黄加蓝就是绿色青龙先调浓的，那待会呢我们鳞片的部分会用浓的来破它，先用淡彩再用浓彩来破所以调成满意的这个绿如果你想要这个绿色翠绿一点，你可以黄色多一点那再一个这个蓝色它会沉淀，所以每一笔要画的时候一定要把它再调一下那个笔还要再把它调一下好，那这个水我们先调一个浓的颜色颜色比较厚重一点这个是我们等一下在勾勒的时候会用到好，那再把它稀释，那稀释的时候可以黄色再加多一点这样翠绿的颜色那笔肚里面的颜色也要把它调开那尤其这个笔肚的蓝色把它刮一下把多余的蓝把它好来，那头部的部分也是一样这个从这个眉毛的部分那眉毛可以再稀释一点淡淡的这颜色不要太厚重，一样从这个额头的部分鼻梁先勾一下这个适度的留白那这个今天我们都先用颜色那等一下再来用一点这个墨来泼一下用一点深一点的绿来泼一下那这个眼窝的部分带一点墨笔尖沾一点墨然后这个墨笔触这样子去按一下就好
那眼珠子的部分，好，可以先用淡墨。整笔淡墨，笔尖沾一点浓墨，啊，好，那待会再来破一次，好，来，那这个嘴巴的部分，那我们先把这个须。那嘴唇的部分先带一下，好，那等一下再来破。好，那这时候可以带浓一点的绿啊，那这个蓝色一定要调开。啊，破一下。啊，局部就好。那牙齿的部分，用浓墨，啊，这个勾一下就可以了。好，鹿角的部分，好，再加一点浓墨。好，从这个地方啊，啊，这墨晕。再用一点浓墨，适度的留白，啊，这样的一个虚实相生，啊，这个趁着这个半干的时候，啊，把这个啊这个钙化的这种啊，用一点浓墨，啊，那鼻梁的部分也是一样。这时候这个须淡一点的绿，啊，这个额头的部分带一下，啊，用侧锋须笔，啊，这个把这个青龙的头上的这些鬃毛，啊，那耳朵可以带一点墨。在眉毛跟眼睛的中间这里，好，这样用这样的一个墨晕来呈现。好，那鬃毛的部分颜色淡一点，好，先用淡的，好，再破一些浓的。那适度留白，我们等一下就是要画这个碧波。好，一样整笔翠绿色。笔肚的清水先吸一下，一样要把它的墨晕
笔尖再沾一点浓墨，然后这个整笔翠绿色，然后一半深绿色，那笔尖要画的时候再来沾一点浓墨。好，那我们等一下再来半干的时候再来把这些虚法还有这个呈现来，从耳朵这个地方用侧锋笔尖朝上，利用这样的一个墨韵接近肚皮的地方颜色浅一点，靠近背部的地方颜色浓一点。好，那它这个身体好，那现在我要沾翠绿色的时候把笔尖朝外，这样你就可以吸饱了。那笔尖再来沾深绿，那要画的时候再来沾墨。好，来延伸下来了之后可能这里会留白的部分，我们画一些水花然后再来你的笔顺这个笔段一连这里水波留白的部分我们是要画水波。好，那再来笔法都一样。好，再来这里可能又有一波了然后再来往上的时候，你的笔尖背部如果你的背部在这边的话，你的身体扭动浓的部分就是背部的部分留白，不要管它不要再去描了，这个一笔下去这样它的墨韵才会自然。好，来扭动了身体之后，来，那我向这边，所以腹部就会在这里了好，好，尾巴就让它甩上去，所以到了这里是侧风，到了这边就要用中风好，那背鳍，这个尾鳍的部分等一下再来画好，那这是我们大致的它的一个身体好，一个扭动，然后呢，这个腹部的部分，黄色加红色，就橘色，然后再来加一点白色。就变成了肤色那这个肤色你可以淡淡的那整笔好，背部的地方颜色比较浓，那腹部的地方颜色就会比较浅，那一样用这样的一个笔法，那留白部分不要管它这个水波好，那这里背部咯，好，腹部就在这里你要这个是笔尖朝上，这个就要笔尖往下，那这里的话呢你要顺笔的话好，就可以这样子。等一下我们要勾勒它的线条的时候也是一样，要顺着你原来的这个笔触好，那越到后面的地方颜色就要越来越线条就要越来越细了那再来浓一点的橘破彩把这个腹部这个破彩一定要趁着它半干，那适度的留白那这个留白的部分也可以，我们等一下再做这个水花这个破一次让这个墨韵自然一点沿着边边的地方
那可以等他等一下看他的那个效果再破一次。好，那这样子我们再大致的这个身体然后再来这个头部的部分等它干一点了。淡淡的淡彩干笔把这个皴再带一下这个脸部这个皴的地方就是它的明暗额头的地方沿着原来的线条那须等这个干一点再来画须这两条龙须那如果没有干的话它很容易就晕了这个脸部的线条大概带一下好然后嘴唇的部分好这个颜色带一下就好这个都是局部带一下颜色好那带一点红好这个喉咙的部分好把这个舌头不急的用很浓的一样这样在做这个破彩的动作那这个可能就要把这个留白的部分稍微的补一下好那再来这个虚的部分可以加一点墨好再把这个好这个眉毛的部分再收拾一下好那这个要顺着它的纹路把这个额头好那现在就用淡淡的局部再皴一下笔尖沾一点墨就像刺猬一样把这个嘴边的这些须线条要像一把剑中锋好这样子大致的这个脸部的好那眼珠子的部分虚法的部分好来那我们等着这个好它的前面的爪子好一样整笔翠绿笔尖浓绿要画的时候再来沾一点墨一笔里面三个颜色好一样前脚的部分笔触这个上臂麒麟臂来下臂爪子我们再来用这个那另外一只就从这里
啊左脚的部分啊，这里带一只。啊，那这个留白的部分，我们等一下都是要画水花。好，爪子的部分啊，一样我们来画三爪啊，来一爪，先勾，再来，再皴一下，啊，这样子爪子啊，那个关节啊，去把它呈现。好，那这里，啊，这个鹰爪，啊，那个要很有力道啊。好，那尾巴的地方，底部的地方，再用浓墨泼一下。啊，用这样的一个泼墨的方式。好，那个笔触一定要简洁有力。啊，那这个后面的爪子，再皴一下就可以了。那这个另外的上臂可能就是在肚子下面了，那这个也是局部画出来就好。啊，把它皴一下，让它这个，啊，那再带一点浓墨泼它。啊，这个适度的留白，啊，就会有一个想象空间，啊，这个光泽的呈现。好，可以再泼一次。啊，这个舌头的部分，啊，就等它干一点，再来泼一次。啊，这时候颜色可以再加深一点。
那尾鳍的地方淡淡的啊，然后再来适度的留白，然后鳍条的部分颜色可以深一点，这样子，那鳍条的部分也是一样，这个一定要在它半干，因为我们刚刚用的笔是枯笔，所以它很快就干啊。好，那背鳍的部分，我们可以用一点红色啊。那这个红也是一样，你要感觉它的鳍是透明的，所以颜色不要太厚重。一样啊，淡彩干笔，等一下再用深一点的红来做鳍条。好，那把多余的水吸一下。好，笔尖沾一点浓一点的。好，背鳍的部分，侧锋，整笔淡彩，笔尖浓一点。那这个红色一定要调开，这里我们留白的地方，等一下是做水波，将你的腹部跟背部就呈现了。好，一样，要做出它的透。这个线条要柔软一点，它随着身体的扭动，这时候鳍条的部分，跟我们今天的鬃毛一样，先用淡的，再用浓的，勾鳍条。好，那这个转弯的地方，也是要把它处理一下。今天用的是这种破彩的方式。好，那我们扫一下这个水波，蓝色加淡墨，就是花青的颜色。先用淡彩，很淡很淡，所以要稀释。淡彩干笔。好，加一点墨，它就是花青的颜色。好，逐次增加，不要一次就用很浓了。好，这样的一个碧波。好，拉干笔。先从这边，
水的波要让它很自然的，所以留白的地方我们是要来，那这个留白水波那个浪花去把它呈现。好，那水到这边，好，那这里再一波，好，这个身体翻滚的时候这个水在身上留下的这些水痕水你要一波一波的顺着它的一个纹路这个激起的浪花那这时候再来破一次这个慢慢的来收拾它那我们就先到这个地方